太子不是想查本王上巳节的行踪吗？那本王便给他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本王深爱梅林，除了与他过节，别无目的。梅林，你到底是在练武还是在打拳啊？接着练，练不好今日便不必回去了。总之，本王近期会常去鸿胪寺，即便不能打消太子的疑虑，起码也能拖些时日。梅林姑娘不会做戏，王爷怕是要演得更真一些了。